哎，有一只猴子。对啊。你扮演的是什么？齐天大圣。齐天大圣，那这个是弟弟还哥哥？哥哥。哥哥，你扮演的是？三太子。本次多少人来啊？我们一家五口。哦、一家五口。哦，还有梅啊，梅爸梅妹没有变装就对了。他今天没有穿，不然他原本是打扮成妈祖的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哎，有一只猴子。对啊。啊，你这样装扮要花多久时间？不到五分钟啊！你有化妆呢？有爸爸化的。啊，就抹一抹这样。对。那你扮演的是什么？齐天大圣。齐天大圣，那这个是弟弟还哥哥？哥哥。哥哥，你扮演的是？三太子。啊，你花多久时间？10分钟。10分钟，你们第几次来？第二次哦，去年也有办吗？有啊，你去年办什么？齐天大圣啊，也是一样哦。那你去年也是哪吒就对了。我们两个都一样哦。你们是从哪里来？台中清水，还是念国小几年级？我一年级。你一年级啊？你4年级。4年级哦，好，很可爱。爸爸在忙，爸爸不想露脸。爸爸多想，爸爸，那我可以拍他们照片吗？可以哦，好。那妈妈要帮吗？这个是妈妈吗？哦，妈妈，那妈妈有帮忙打扮吗？没有。没有，这个是买的吧？买的，然后毛的部分是爸爸自己做的。哦，手工做的。对，然后妆容的部分也都是爸爸画的。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缝上去的。欸、很可爱，很用心。对，他怎么会想说要用这个造型来进香？因为这是他们喜欢的角色。他们喜欢的角色，然后想说让他们有童年这样，不要就是都接触3C 产品。对，要带他们出来体验这个。你们这是第几天？我们走全程。哦，你们走全程，拱天宫开始。对，第一天就开始。啊，那撑得住，5点就出门。就尽量跟。尽量跟就对了，尽量，对，那目前都还 OK， 小朋友都还 OK， 都还好，对，就以他们为主，对，他们如果真的累了，我们就休息这样。去年也是，去年也是。啊，怎么会想说要跟进香？带他们体验的活动，对，带他们体验。跟妈祖许愿吗？没有特别许，对，就只是单纯的带他们体验童年这样，对。好哦，谢谢。你们是多少人来啊？一家五口。哦，还有梅妹没有变装就对了。他今天没有穿，不然他原本是打扮成妈祖。真的假的？比你的动作帅一点，1、2、3，嘿，明年再见。明年你要变牛魔啊？你们两个会大战呢。哦，你会再加旗子，每年都有新的装备。好。那梅妹会不会变铁扇公主？哦，是，好啊。
退，头低一下，好不好？头低一下，好不好？